那个什么，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放心吧，我鸡蛋都吃了啊啊，我爸给我封的肚兜我也收到了。对，好的，放心吧，晚上回去我就给他套上，肯定穿。妈你放心吧啊，不用惦记我，你平时啊也要多吃点好吃的啊。哎，我爸呢？喂，我喂，妈，我说我喂，你瞧不瞧，你这电话还没电了，这，哎呀我的天，你这也是都多大岁数了还给我缝肚兜啊。爷俩哎，下爷俩大哥谢谢下啥玩意儿啊？没事儿，哎哎，没事，咱看看啥呀？这哪整的肚兜兜啊？这我爸给我缝的。你爸给你缝的啊？别说，你这长相，再配上这个肚兜兜，还真挺像人参娃娃。你再拿根回音枪，你都能去闹海了。哎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村是不是要开化妆舞会呀、啊？你开化妆舞会，我也得带你去。我扮演二郎神，你扮演我的哮天犬吗？你信不信我咬你？别闹了、啊！哎，于小脸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挺大个老爷们，整个肚兜兜，磕碜不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小啊，我这老爱踢背，所以说呢，一露肚子吧，就有着凉、啊，然后就闹肚子。我爸呢，就每到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都给我缝个肚兜，非得让我穿上，这样不挡风吗？嗯，多费劲呐、啊！往肚脐眼上啪贴个创可贴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你咋不说往我肚脐眼里面塞块泡泡糖呢？我怕你吹泡泡。吹什么泡泡？别闹了啊！我都不是说你小倩儿，咋的了？咱俩同学一场，来来，你坐那，我问问你啊，讲不讲究？我过生日，咋的？空手来的？没空手，给你带礼物了。在哪呢？把眼睛闭上。啊！别闹了，闭上，快闭上！整那么硬，来吧，小宝贝儿！这咋的？我过生日，你要拿炮崩我呀？看好了，啥炮啊？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蜡。你过生日，我给你做蜡，好不好？高不高兴？那太高兴了，我过生日你给我做蜡。宝宝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什么小倩啊，啊是这样啊，哎呀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赶紧，你忙你的好不好？我今天没事儿，就陪你。家里没有事儿吗？呀想起来了，还真没啥事儿。那么大反应干啥呀？实在没事，如果你找点事儿，你现在回家。我喜欢你给我做蜡，你回家你再给我做根蜡吧吧。你看这是啥？这根啊，我是打算明年送你的。既然你管我要呢，我现在就送你啊。明年生日礼就没了。哎，抱歉抱歉。我真想给他拴起来变成个双节棍，我轮死你。这。不是小倩，你呀、啊，什么时候能看出点情况来？是不是？我为啥要你走啊？来，你坐着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吗？啊，秘密，秘密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你梦中情人吗？对吧？秘密给我发信息说，小脸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实在不行，俺俩在一起过个生日，你能明白不？小脸，不是我说秘密啊。他太过分了，咋了？过生非得咱俩过吗？啊，让他一起来过来呗，也不差他这一双筷子，对不对？人多热闹吗？让他来，让他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脑子出门你带上不行吗？行吧行吧，你是定死不走了是不是？定死了，我肯定不走。那我走。你干啥去？去秘密去呗，我在干啥？你在这等着吧。快点回来啊，咱仨一起过。再见。看见于小脸了吗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彦祖叔叔啊！拉倒吧！我彦祖叔叔在我心目当中那老帅了，
你说你穿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看我真是你样子，叔叔。我的妈呀！你咋到这样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不是小脸的生日吗？啊，他最喜欢吃我呀做的这煎饼啊，我这不急急忙忙就给他送来了吗？哎呀，我一大早我就急着赶车，这刚到车站呢，那车就开了。我怎么招呼他都不停啊，我就拼命的追车，我这一回头啊，嗨呀，后头还有一条大狼狗追我，你说这事吓得我就赶紧的跑啊，哎呀，跑着跑着我就掉沟里了，那大狼狗左手右脚蹭一下子就窜过去了，上车了。等我从这沟里爬上来呀，闹了半天，人那狗他不是追我，人也是追车。哎呀妈！那太坎坷了，送个煎饼、哎，你快坐吧，你掉沟里边，老叔啊，那你拽这个、哎，那个太惨了，拽的，再惨，嘿嘿，我也能引领这时尚的潮流。哎，我儿子呢？啊，去找他梦中情人了，小脸有对象了，算有吧？哎呀，那我咋也得见见我这未来的儿媳妇儿的呀？啊，叔叔啊，不行，你穿这身见你未来的儿媳妇儿，是不是给于小脸拉分了？还真是的，那你说咋整啊？这事真的啊，我给你捯饬捯饬，保证谁也认不出你。行，来，我这有帽子戴上，嗯，我这好有眼镜。谁要问我你是谁呢？我就说你是送外卖的，哎，对吧？嗯、高兴吗？把口罩戴上。走啊，于小脸，贼说要跟你单独过生日，过生日嘛，人越多越好。哎，别走啊，一起给他过生日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不要走？我的就是你。妈呀，这是谁呀？啊，送外卖的。哎呦我的妈，送外卖，送啥来了？煎饼，你最爱吃的煎饼。我的妈呀，送来倒行，不是这大哥咋回事啊？大哥，春天风大，你也不至于捂这么严呢，大哥。于小脸啊，谁都可以叫大哥，你绝对不行。咋的啊？他是我爸呀。哎呀，叔叔，看的咋样？太好看。妈呀！他妈年轻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听这个动静，是不是应该叫大哥？应该叫奶奶啊！叫什么奶奶呀？叫叔叔。行，没啥事，没啥事，走吧。对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不，别动！哎呀，小天，你往后点，你往后点。玉米娘，你就这么看啊？啊。他这个轮廓啊，他长得跟我爸是多像啊！啊，可像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照我爸那个气质和那气场，差老了。我爸是谁呀？我爸是俺们村的颜值担当啊。啊。我爸是俺们村的时尚先生啊。哎呀，还啊！我跟你说，就我爸没同意，我爸同意都得登上时尚那个封面杂志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爸倒退20年，那就得是现在的偶像练习生，就不能叫于彦祖，就得改名叫于程程，你信不信？真的呀？哎、真的呀！我爸就一个字儿帅呀！脸，哎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啊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一起唱，来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走。不是我这过生日咋就大伙伙都知道了？谁叫你们来的？我，吵的啥？真欠人，你是真欠人，人多热闹嘛！哎呀，大青哥，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整这么大蛋糕，让你破费了啊！来，哎呦我的妈！你是俺们小区的忠实的守候者，自然的表现一下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！那个大熊哥是这么个事儿哈、啊。这是小倩送我的莲蜡，你说要是插你这个蛋糕上。是不是就把这个蛋糕给怼没了？你说我要插一根吧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
还真挺像，像不像这个蜡烛的底座？你看看，脸上你这死心眼，你不会把这摆两边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你跑得太积极呀，太是时候了。大秦哥，你别闹了啊！别闹了，别闹，别闹。真好意思，这么大个蛋糕也好意思拿出手啊！呀，我送蛋糕给你了，你谁？你让你说啥去？大秦哥，送外卖的，送外卖的，送啥外卖的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煎饼。还没走煎饼啊！哎呀妈，我最爱吃了！哎呀，咋是露馅的这都啊？啊，是送外卖你弄的，你得赔啊！哎，赔啥呀赔？大秦哥，能吃就行呗。必须的，必须得赔。赔什么赔？赔什么赔？你这哪事儿多？故意叫你来都。杨海走吧，哎，等我。王，嗯，咋的了？我吃了一口这个煎饼，我觉得他是我的爸爸。坏了坏了坏了，这口煎饼咬坏了，管送外卖的叫爸爸了。不是，他真的是我那个，是我时尚先生的爸爸，爸爸。就是这个笑声。哎，还是我儿子了解我呀！哎呀，哎，爸爸，爸爸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我的天，你这一身你是咋造的呀？都怪我啊！太忙，把你生日给忘了，还是你妈厉害呀！夜里两点多钟啊，想起你生日来了，赶紧把我叫起来了。我这不连夜给你做这个煎饼吗？嗯，哎呀，这一赶车还掉沟里头了。你看看你这不注意，你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裤子都卡破了。时尚啊，本来我也想啊，在这两个膝盖呀、啊、剪两个窟窿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爸，你看这眼睛咋还磕青了呢？没事儿，哎呀，你爸我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哼，整一个面膜。糊上就好了啊！哎呀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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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你说你这还有心乐呢？哎呀，别乐了，别乐了啊！不是，我跟你，我只要给你把这煎饼送来了，嘿嘿，我有啥事？啥事没有啊？你想啊，我吃这一口煎饼，马上就认识我爸，那是为啥？我爸这个煎饼，天下独一无二啊！煎饼上要抹油，里面还得放虾球，土豆丝炒三分熟，往下咽的感觉是特别温柔，一线喉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我最可爱的爸爸，爸爸我爱你，爸爸，就是这个味儿啊！那，你先放吧，你先把鱼叔让给我。哎呀，鱼叔啊，你太让我感动了。哎呀，我是特别的，真的，我就看到你，我就想起我爸。刚才我实在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哎，对，哎呦妈！不是我去干活。你这个，你善点。爸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今天掉沟里头都没他这一下疼。哎呀，叔叔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没事。啊。哎呀，扑通一声。你看我第一次见你，我穿的是衣服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叔叔，虽然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您的时尚品味我早有耳闻。于叔叔，您看哈，为了给小俩过生日，这么远您特意给他送爱吃的煎饼，您真是好爸爸。好爸爸，主要是气你啊。好了，今天呢是我儿子生日。嗯，我呀在这个嘎子商店有一张 VIP 的卡，我呀现在请你们喝嘎子汤去，好不好？好。